今天给大家说一双跑鞋，是来自鸿星尔克的竞速训练鞋，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之前啊拿到的鸿星尔克的鞋全是慢跑鞋、休闲跑鞋，都是这个类别的。那么我这是第一次拿到一双鸿星尔克的竞训鞋，我觉得还不错。这双鞋呢不重，43码，大概230多克出头。这个重量大家有基础的啊，竞训鞋是针对有基础的跑者的。你们觉得这个重量是重还是不重？我觉得呢是属于轻的。它的前后落差现在还不明确，我脚上踩上去呢感觉是8毫米的样子，不是特别高的那种前后落差，所以这个鞋我觉得还可以。大底是透明的，全透明的，注意哦，不是橡胶，不是什么水晶底，它是 CPU。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就是防滑，雨天也防滑，所以这个底就是又耐磨又防滑又还耐黄变。这个 CPU 配方我觉得未来就是一定是所有这种竞速跑鞋或者竞训跑鞋的一个趋势。好，那么说到中底啊，那么新的材料一般啊，中国的品牌现在都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名字一般都会找很复杂的字，第一眼看上去不会读的字，是不是？那这个字来，大家一起跟我念一念。嗯，怎么念啊？这个字读气啊，这个字很少见。其实古汉语里面气是分两个字的，一个是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那个气，通用的气，一个气，然后下面一个米字，这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形而上的气。然后看不见的气呢，就是这种所谓的以太或者是暗物质或者是宇宙原始的能量的这个气，就是一个像一个无字一样，然后下面四个水。我平时看的书啊，比如说气体源流啊，就有这个气。说到这个气啊，它也有可能呢是因为这双鞋啊，鸿星尔克这双鞋去年因为跟哔哩哔哩的这个国漫番剧有过合作，所以有可能呢这个设计师是根据当时这个国漫一人之下这个国漫来得出来的一个灵感。因为那个其实是源自于，虽然是中日合拍的这种动画片，但是它的原著是来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一个漫画。然后这个里面的内容呢确实是跟很多道家跟修炼啊这些东西有关的，其中就会提到这个气体源流气这个东西。刚刚说了那么多，他们实验室的数据是说可以达到80%的能量回馈，我自己体验下来确实是它能够有这种感觉，是有这种韧弹的感觉。再说说鞋面，我拿到手上我觉得还是很精致的。首先它不是慢跑鞋了，慢跑鞋是用什么呢？用编织面料，这种纺织材料啊，比较软的柔软的，大家穿上去以后很舒服。这种用的是尼龙纱，你一看就看得到是这种亮晶晶的，一闪一闪亮晶晶。哎呀，这个好像不能唱，是渣男唱的。 TPU 纱线就是保证它的这个硬度强度足够好，支撑足够好，这个鞋面不会说一拉一拉会有形变，没有形变的。这个鞋面其实就是要做到非常立体的剪裁才能贴合你的脚面。好在这次的这个剪裁还算不错，用这个热压锁了边，然后前面有这个港宝加固，后面也有港宝加固，基本上把你的脚是可以锁在里面的。还有就是不是说防水，就是说你的水不会打湿到你的这个鞋，让你的鞋变得越来越重。我很少在雨天跑，但是有非常喜爱雨天作战的很多很多跑者啊，那么他们就需要一双鞋是不会吸水的这个鞋面。那这样的尼龙纱线鞋面除了坚固以外，它就是不会吸水，那么水打在上面可能就排掉了，就或者汗出在上面也就排掉了，不会粘在上面，鞋不会越跑越重。那这个鞋面上还有很多细节啊，就是你看这个设计啊，你第一眼看上去这个颜色设计就渐变的这个白到蓝啊，就很简约，还挺和以往的鸿星尔克的这个视觉设计还不一样的。再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这次因为鸿星尔克去年的事件啊，我觉得它足够自信的可以把这个 logo 做得这么大，覆盖了整个这个鞋面1/2以上的这个面积啊，整个这一看你知道，哦，这是尔克的鞋。真正喜欢尔克的人就会我要买啊，喜欢那种国产的人他可能也真的会买，觉得穿的这个 logo 穿在脚上就是一种自豪的感觉，真的可能。还有就是一些细节啊，后跟这里有一个很凸起的一个浮雕形状的一个三角形，实际上加在港宝上面，这也是一个尔克的 logo， 然后是一个 3M 反光。鞋带这个下面也有这种点点点像虚线一样的地方，其实也是 3M 反光，就是这个鞋在全身上下都做了这个反光的安排，还是不错的。这是细节。鞋带系统这里是用了一个像挤那个热狗的番茄酱一样，辣酱一样，你知道吧， hot sauce 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挤在上面。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是围绕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鞋带孔的，给这个鞋带孔做了一个加固和一个牵引力的加强，这个就其实比我脚上这双普通一点的这种鞋子的这个包裹就会更好一点。那么这个鞋舌呢有这个亮片一样的，实际上
不是闪卡，我以为是闪卡，但好像不是闪卡，也做了一个这样的 logo， 然后一直上来这里中间做了一个凹槽啊，这个就是非常竞速化的处理了一个 V 字形的这个凹槽。你看一般的休闲慢跑鞋这里就是一个圆的凸起嘛，就不会有这样的，对这个脚胫骨这里不会有一个放松。你把鞋带孔拉紧的这个地方，虽然它没有做那个马拉松鞋带孔两个啊，它但是它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加强的一个塑料件，这样你用力去拉这个鞋带孔的时候，这个鞋带鞋面不会说就崩掉。因为它还是会想象你用比较大的力去包裹住你的脚嘛，因为竞速鞋的人我估计穿起来应该会把这个鞋带拉得很紧啊。还有就是它鞋领口周围用的是这种比较细腻的一些织物，一些应该是绒布之类的，它这个鞋面是用的这种热压切割嘛，这个切割就不会直接割到你的脚腕，不会对你的脚造成不适，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多细节，非常非常贴心的。然后后跟港宝这里填充并不是特别多，稍微有一点点填充。鞋垫呢，这次用的是 Ausolite 的鞋垫，就是这个材质是比较透气的，这种 PU 的大发泡的这个孔啊，也是跑者们最喜欢的。其实以前用的这个鞋垫会更厚实更重一点，这次这个鞋垫会好一点。还有一个东西肯定要说的啊，就是耳克的鞋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鞋休闲鞋慢跑鞋也都会有碳板，那这个鞋也是一样的，中间也是有碳板，只不过呢这个碳板鞋跟一般的竞速鞋还是不太一样，一般的竞速鞋你前面弯啊，是这里是会弯不动的，那这个前掌是可以弯得动的，就证明它这个碳板的这个面积并不是那么长，刚好是卡到足中部前面一点点就够了，它提供的就是一个抗扭转的作用，并不会说给你更大的推动力。因为现在很多竞速鞋都很卷嘛，没有推动力很多人就不穿，因为它不能帮它加速嘛，那因为这种加成我觉得训练也不太好。其实训练呢最好还是说训练自己的脚，训练自己的身体，而不是训练鞋啊。好，那我下面来说一说这个鞋的一些上脚的感受。我首先觉得这个鞋还是确实是很轻的，上脚的感受就觉得好像跟一般的竞速鞋的感觉是差不太多的。当然你会觉得稍微重一点，但因为我平时跑竞速也不是很多，那这个鞋基本上上脚就是很轻很轻很轻盈。然后呢，你就能感觉到它是有中底的回弹，因为你踩在上面嘛。你第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你感觉脚下的这个材料还是比较厚实的，会稍微有一点点晃，如果你不主动去控制你的脚踝的话，这个材料会稍微有点晃，因为它这个鞋底有点高的，这个材料堆起来的话呢，就是这个韧性还是比较强的，你稍微给它施一点力吧，它就给你回弹回来了，所以你要控制住你的脚踝。这个鞋还是比较适合那种脚踝力量足够好的，有一定跑步基础的人去跑，足弓最好不要是扁平足或者是高足弓，还是正常足弓，或者稍微偏低一点稍微偏高一点也都没问题，这个鞋没有那么不稳定，因为前后落差不是非常高的十啊十二那种，就是跑起步来你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就不会说晃，但是你穿这个鞋如果走路你放松了自己的脚踝，你真的是可能会有点不适应。这个中底的硬度呢，我们测了大概是50左右，所以这个中底呢并不是那种软趴趴的死软死软的那种踩屎感的中底。我从后方看我的力线还是稍微会有点不正嘛，因为我是偏低的足弓嘛，所以这里也就跟大家说一说，最好是正常足弓穿这个鞋。我用前掌跑啊，或者是我用稍微用足中部落地啊，我其实都能够感觉到这个材料是很充足的，就是没有那种踩穿的感觉。因为我的体重比较大嘛，我有差不多170-180斤，那我一脚下去一蹬反而不会感觉到踩到水泥地上的感觉，还是就是路感没有那么强，但是路感是非常韧的，就你给它多大的力它就给你多大的力，差不多这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前掌中底这里进行了一点加宽，因为这个中底有点厚嘛，那么你加宽的话其实就会增强你这个鞋的一个稳定的感觉，再加上它前面又可以弯折，那过弯的时候训练嘛，很多人是跑操场就会比较舒服一点，比那种前掌不能够弯折刚性很强很强那种竞速鞋就好非常多。所以呢它基本上是不会影响你步态的，就是很多人跑步训练其实最怕的是什么，鞋影响了你的跑姿，鞋影响了你的这个节奏，但是这个鞋基本上是你能控制好这个节奏的，不需要去适应，不需要去调整太多。再说说鞋楦啊，鞋楦其实啊这个鞋适合我这种宽脚，瘦的人呢穿这个鞋可能会觉得这个前面有点太宽了，正常脚的人呢你可能需要穿一双厚一点的袜子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把鞋带勒得非常非常紧。鞋面别看它这种有这个像热狗一样的东西浇在上面，但是它其实并不是完全动态的，它更像是两片这个东西往上贴，它可以减少那种一个一个鞋带勒紧你的那种感觉，然后增强你这个两个鞋面往上贴的这个整体感，但它并不能够动态的调整，就是根据你的脚型把这个鞋面缩得更紧。我觉得宽一点还是对我这种人会更好，对中国大部分的这个宽脚的人会更好一点。再就是这个鞋宽一点确实也更稳一点，就是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鸿星尔克之后可以出
宽窄楦那是最好的，但这个成本蹭一下就上来了啊。但是这个鞋呢，说到成本，它其实价格也不贵，500多块钱，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跑竞速的训练的跑友可以在屏幕上刷一刷，你愿不愿意花500块钱买一双这个就是中底是有超临界发泡的，然后有个碳板做足弓支撑的，然后230克左右，然后前后落差大概是8的这么样一双颜值我觉得还不错的竞速训练跑鞋，然后它的底是 CPU 的啊，这个也很重要。觉得值得你可以写值，觉得不值得可以写不值啊。现在就是还有一点啊，我觉得材料也好啊，什么颜值也好，都在升级，包括大家对国产品牌的这个认可也在升级。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研究要赶上来，这个研究就是什么呢？现在大家还是没有体会到这个数据的原创的重要性。如果尔克能够请一个大学的教授，然后找一帮测试的人来，比如说脚型不同的高足弓、低足弓、普通足弓、脚宽窄的人来测试这一双鞋，但这一双鞋比如说我给它密度改一改，前后落差改一改啊，让这一批人不同脚型的同一批人去穿，比如说前后落差0的、前后落差4的、前后落差6的、前后落差8的，他们是什么感受，他们觉得哪个落差最适合他们跑啊，由此得出一个数据啊，我们尔克以后就按这个落差的跑鞋给不同的人去做这个跑鞋推荐，不挺好的吗？其实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我觉得未来啊中国原创品牌、国潮品牌需要去研究的，就是这些数据。就像说这个气一样，气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看不见的维度去做一些能量的事情啊，能量平衡或者能量调用的事情。那其实鞋也是一样，我们要从一个看不见的维度，就是数据的维度、研究的维度，而不是说仅仅从材料啊、从这个鞋身刚性啊这些外在可见的维度去衡量它。所以只要做好内功，我觉得未来3到5年国产品牌还有一个上升级。不知道这个鞋大家觉得怎么样啊，可以给它打个分啊，0到10分打个分。那么极客鞋谈这期就到这里了，不要跑得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